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就是来看看你。看我？我有什么好看？难道前任和现任还能做朋友？我是哪哪都看不惯那个绿王妃，实在是太没规矩了。苏菊，此话不许再说第二遍。可是小姐，明明您和绿王才是最般配的。苏菊。阿楚和绿王妃情投意合，若我想与阿楚成婚，也要先和绿王妃打好关系。季楚和费南一才是无话不谈的灵魂伴侣吧。绿王妃，长公主，来，坐。叫我长公主太生分了，叫我南一吧。南一，你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无事。就是来看看你。看我？我有什么好看？难道前任和现任还能做朋友？你果然和阿楚说的一样，率性，有趣。哼，他是想说我大大咧咧吧？作为绿王妃，想必不容易吧？刚开始的确是不太容易，但是后来没有了性命之忧，就舒坦多了。你和季楚是怎么认识的？那一年我8岁，宫里来了大梁质子一事传得沸沸扬扬，我一时好奇，便去了阿楚的院子。给我卸了他的腿，看他还怎么跑。是。住手！长公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大老远便听见有人在这闹的，果不其然，原来是王总管在这仗势欺人。你就是大梁来的质子吧？以后再对质子这样，我拿你试问。是。还不快滚！是是是。你没事吧？没想到，我和阿楚第一次见面，竟是那样的窘境。南瓜说的没错，如果不是费南一，季楚在南京的境况肯定更加艰难。